修行分好多个方面，你比如说消灭还债、弘法度人，然后还有修心、学佛、宽大慈悲。那每个修行人，我感觉侧重点，那这个修行方式方法的问题，我们就是要匀速的修行，全面进步、全面精进呢，还是说针对自己特别那个突出的地方去修，最后达到一通百通的目的呢？我考考你啊，你告诉我。你先告诉我，我台长来，师傅来帮你纠正。你告诉我，我觉得应该是一起修，然后找几个突出的方面。错。但是其他方面也是要。错。怎么对啊？哦。说明没智慧。要记住，修心要挑自己最善的地方去修，去帮助别人。你以这个为突破口，你全面就会带上来，你听得懂吗？哦。啊，这个问题还不懂啊？比方说你嘴巴特别会讲，你就去多度人。如果你嘴巴不会讲，你写信，你字写的特别好，你就多写信去度人。如果你是说耳朵，比方说你会用自己的行为做出来给人家做榜样，那你就多做。你不能说叫这个嘴巴不会讲的人去度人。叫这个嘴巴会讲的人，你说啊，你不要讲话，你渡人的时候你就去做给人家看，那你本身就没有叫运用妙法来渡众，听得懂了吗？明白了。那个四宫院里面有一个说法门无量誓愿行，也是说咱们就一通百通的道理啊。对呀、啊，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如果做了，说明你脑子里已经明白了，你拼命的在做给人家看，我这就是菩萨的道。所以你做的话，你说你脑子不懂不明白的话，你会这么做出来吗？对不对啊？你的心里不是菩萨的话，你怎么动作会出来啊？不叫一通百通吗？你今天嘴巴里讲了，你脑子里没有这个意念的话，你怎么会讲出菩萨的道理啊？对不对啊？嗯。啊，你今天能够写出来的话，说明你心里已经有菩萨了，你才能写出菩萨的语言呢、啊。聪明度智慧的人，这个人不听的话，可以找一个嘴巴比方说对佛理比较能够融会贯通的人带他去，让他来说去救人吗？嗯，明白了。